它的料全部都贵，很贵啊，都是蛮便宜一些。泰国奶茶的水啊，我要先叫这一箱啊，这一箱哦，然后汤你要什么汤？白冬阴，好。白冬阴哦，就这样先哦。啊，水。这样直接叫这个大来水对啊，啊，这个大的一个。奶茶大的，而且它有 unlimited refill 港粉和 unlimited refill 港工，还有 unlimited refill cashback。这两个是蔬菜啊，还有一个冬粉啊，所以是 unlimited refill。刚才我们叫的是白冬阴。大杯的一杯，还这么大，哦，看看啊，什么东西有虾咯，猪肉片，这是猪肉片，培根啊，改了，就这样一升了。是要放在中间这样的。
菜吃多一点。好吃。高，那你就稳高一点。哇！还有冬阴功，白冬阴功，可以放汤下去，就吃冬阴功这样。